秋分的由来和风俗。秋分是二十四节气之一，二十四节气最初的含义是我们先人为了指导生活和农业生产，根据多年的研究和计算确定的二十四个日期，根据季节和表征逐渐设立为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二十四节气。秋分的由来也是如此。秋分有树蛋、吃秋菜、送秋牛、秋祭月等风俗。秋分时节，民间挨家挨户送秋牛图。送秋牛其实就是把二开红纸或黄纸印上全年农历节气，还要印上农夫耕田图样，名曰秋牛图。送图者都是些民间善言唱者，主要说些秋耕吉祥、不为农时的话，每到一家便是集景生情，见啥说啥，说的主人乐而给钱为止。言辞虽随口而出，却勾具有韵动听，俗称说秋，说秋人便叫秋官。